糖咧就兩茶匙。阿爺，你又煮飯？我哋頭先咪食咗咯。有咩？我留意咗你好耐啦，你呢排成日都冇記性，我懷疑你有認知障礙症啊。嘿，我記性都不知幾好啊！我仲記得今集醫生與你咧請咗精神科專科醫生講下早期認知障礙症有咩要留意啊嘛。你擔心嘅話，自己問下醫生啦。醒喎！醫生與你星期三晚8點，港台電視31。